里的话说，几年下来都打不倒他们哦，所以让我们来请个老板娘来自我介绍。你看我叫我，那你跟许店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啄木鸟玉雕坊，我们专攻木雕。那伴手礼我们蝉联了三届，今天啊今年有点小晚过，哎，没有这危险了，不用去，我不想退这个。想退我们家就麻烦了。哎啊，我们大概做的就是这样，刀子、印章，我们第一届的是刀子伴手礼，啊第二届呢是那个台湾三宝，第三届就发。情人节章，很热销啊！还要结婚，可以找我。好，我有一张，对一张。要公证吗？然后证婚吗？我们的强项不在那里。你目前所看到的都有了。